就把哥吵醒了。天梦哥，刚才是你出手了？小宇浩，你的身体素质提升了不少啊。难道我睡了一觉就脱胎换骨了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开学至今，你们迎来了第一次考核，三个控制系。你体内邪火压制不住，怎么不告诉我？这次有两名外院学员差点就死了。请你以后不要再干扰我的生活。敢给我哥选中的人，